基本上呢，你在外送平台可以点到 BB 灯推荐的，就是他们家的 BB 灯呢。他们家就是主打就是食材都非常的新鲜，然后就是养生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他这个蒜好好鸡腿汤，然后他们汤看它的外形就知道。就是很多，对，我觉得他们家就是很多。你收到的时候打开都会想说，太多太多太多。你确定老板有赚钱吗？对对，太多了吧？但他就是要给你一种在家里妈妈要替你补身体的感觉。然后它里头呢，就一定会添加就是高山的那个高丽菜，所以就是除了鸡肉的鲜甜味之外，还有蔬菜的鲜甜味，全部都熬进去。它吃起来鸡肉是可以吃的，因为很多的鸡汤的鸡肉是很柴的，对，里面汤也很嫩很好。他们每一个汤品都很好吃，除了蒜头的、剥皮辣椒的也超好喝的。然后除了汤品之外呢，他们家的面也非常好吃。面前这个就是爱恨交织面，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吃一点点麻麻一点点辣辣的，这个一定很厉害，这个非常推荐给你。里面还有加那个芝麻，对，所以你嚼嚼嚼，你嘴巴会有一点点芝麻的香味。哇，对，那如果你是不吃辣的，它也有就是麻酱面的部分，它还有卤味，超强，它是用那个鸡高汤下去熬的，然后还有非常纯的那个酱。想吃的人要记得答对哦。美食挑战题哦，来啊，怎么样？听好，听好哦。在一般养鸡圈里面会养几只大鹅？请问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 ？A. 保护鸡群 ，B. 防止鸡群内斗 ，C. 让鸡更有活动力。来，请作答。拜托答对啊！好的，好的，请公布答案。这一看就是 B 了。A B。保护鸡群。哦，只有你们一个跟宇文，只有你一个不一样，只有你一个，只有你一个逼，只有唯一不是你，那危险了。为什么你选防止内斗呢？比如说 A 鸡，它是会有时候不想会吵架，为了争鸡头这个位置。鸡头，对鸡头，对。你说鸡老大，鸡老大，鸡头，何谓争鸡头？感觉是真的啦，就为了争鸡头这个位置，所以他可能比如说只要放几个外人在那边，他就觉得说，哎，我们不可以吵架，因为有一些不一样跟我们的外星人在旁边。那我们就要团结。那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常看 Discovery， 跟这种 YouTube， 不要这么，不要这么啦。这个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太吵了，没人想听，没人想听。你都跪掉，七点半。鹅是很敏感的动物，你要晚上你养几只鹅哦。你一有动静，它啊啊啊啊，它比狗还敏感。我跟观众道歉，我不要浪费了一点时间。我觉得是这样子。我其实呢，平常呢是有在看迪士尼。你不要学我，你家电视台都停多久了？没有啊，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。有那个牧羊犬会去找牧羊犬，对，所以我也会有一种这种概念。那牧羊犬会保护羊吗？那我觉得鹅感觉比较大只，它也会保护鸡啊。那也就是 A。有攻击性也比较凶，它可以对付一些老鼠啊，然后一些蛇，可以保护那些鸡群。哇，好的，我才是真正有在看 Discovery。好，来恭喜三位，恭喜恭喜，帮大家服务一下，这个分量真的很大，可以喝一碗面茶，对吗？对对对，它这个大蒜为什么是甜的？因为有高丽菜吗？对，是甜的。哦，哎，这个也好吃哎，这高丽菜汤就是小朋友会喜欢喝的鸡汤，因为其实小朋友不喜欢喝鸡汤。我觉得这个就鸡汤跟没有，不是小朋友喜欢，是这样，我舀给花花。来，鸡肉真的很软，嫩 Q。其实我也好想帮忙你们介绍，没关系，这个我来讲。你休息，你休息。这个是甜中带辣，对，一点点。可是它辣的刚刚好，因为我平常是不太吃辣。哎，这个我可以随便喝下去，很暖胃。哎，每一个答错的人，等一下，还有资格讲我？我是说一匙，一匙。我加一些枸杞，枸杞条，对，所以很想吃那个。所以我说它就是很新鲜。你不要以为它就是补身体哦，但它其实也很好喝。你们
喝完当饭吃一下面，麻酱面，麻酱面，对，麻酱面，它那个爱恨椒汁很好吃，对，爱恨椒汁。那我觉得麻酱不会有一些味道，它会有点重，但这刚刚好。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偏那种外省口味，味道是属于大名大方。它每一根面条全部都扒满了那个对，没错，酱汁，我不敢吃辣的也敢吃，而且这个一家四口可以吃两三次。他们家都是用在地食材，台湾在地食材，很香，好吃。好，大家吃完这个咸的，我们来吃个甜的，好吗？好的。我自己就是超级爱，市面上看到的可丽饼都是那种硬的嘛，脆的嘛，我就一直很想要找这种法式的锅，对，软软的，这很多口味，对，非常多口味。然后呢，其实它的店家咸的跟甜的都有，像今天就有带来这个是那个明太子起司，明太子起司，你少吃到咸的，一般都是直接铺在上面嘛，对，它是先煎过。然后，所以它这个里面的起司呢是脆的。你们看它上面是这个脆脆的起司片呢，脆的起司片，好喜欢哦。对，他们家的经典的这个口味是榛果巧克力香蕉。Oh my god！ 香蕉口味，每个都想吃。老板推荐巧克力，然后再是焦糖烤布雷，上面这个脆脆的，我最喜欢的。对，因为他们是全台湾第一间有在卖焦糖烤布雷的，所以你一咬下去会满满的那个布雷，哇，好香。喜欢，喜欢，但不一定吃得到哦。在中世纪法国，有钱人餐桌上的美食是瓜牛，请问当时比较贫穷的人吃的是什么呢？贫穷，天鹅，好难哦。B 生蚝 ，C 龙虾，我感觉都好贵哦。天鹅可以吃，贫穷的人还可以吃。瓜牛是最便宜的。对，真的真的。雨欣 ，OK 吗？好，请出答案。没有人选天鹅，没有，没有天鹅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在鸡着，它在养鸡的那边，所以它在赶鸡，它在赶鸡，它很忙啊。你直接讲过最好，对，很接，它在忙，它在忙。那你觉得鸡是穷人在吃的吗？因为龙虾或什么帝王蟹，我记得好像都是那种很会繁殖，量很大，量很大，它就随处抓都有啊。可是瓜牛也是，你看我们下雨的时候，他们都出来走路散步。对啊，其实瓜量也很多哎。那这样，那不然我改好了嘛，不然怎么办？你 C 很棒，好不好？我帮他补充一下，为什么我也选？自从 Discovery 这次看那个老高，高一小木啊，我都没有看。他有很多知识在。对，来，我告诉你，以前哦，大家不吃龙虾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龙虾还要剥壳，会嫌那个很麻烦。啊，生蚝不用剥壳吗？啊，瓜牛不用剥壳吗？好，那我问你，你剥一只生蚝，剥一个瓜牛，会比剥龙虾还久吗？你先说说看好。你讲的那个理论好像是大闸蟹。大闸蟹。对，因为我去北欧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因为大闸蟹就是它没有天敌，所以它繁殖速度很快。哦。对，所以他们那北欧的人把大闸蟹认为是害虫。所以希望大家赶快来吃，所以删掉删掉，只剩 B 了。对，答案就是 B。啊，不相信老高？我的天，学错了！你刚说什么相信什么？你是不是跟真的一样？我告诉你，老高，老高是糕饼。马丽饼呢？老高，糕饼的糕。你们不要这样误会。有人可以吃，有人不可以吃。我来吧。吃什么口味？生蚝，对，猪舌香蕉。宇文姐的资历是我想给谁吃就给谁吃。耶，谢谢姐。现在男女平等了吗？对，没有。那你会给微风吃吗？嗯，我会啊，跟玉祥比起来好多了。谢谢宇文姐。你吃一口，我吃一口，好浪漫哦。什么剧情？一口一口。嗯，是，它是软的耶，对，它太一样了。嗯，我本来想要吃软的，会怎么讲就很不习惯。可是其实不会，它很 match， 你知道吗？好吃哦，很舒服。哎，我第一次嘴巴又是那个奶，真的吗？感觉偷吃。我第一次吃用咸的，哎，好好吃哦。里面的那个，因为它有说煎过、烤过，所以它其实脆的，所以其实口感还蛮丰富，而且怎么有一点辣辣的？因为你的是明太子哦，饼皮非常好吃。你为什么又吃了一口？对对。宇文姐，来，我把我的奶油擦掉。真的有，真的有奶油。哎，它的奶油是那种很腻口的那种，对，是清的，很舒服。然后还有榛果的香味，芒果，这里面芒果，啊，芒果口味是季节限定，真的假的？超厉害的，甜的里面那个起司片，好好吃哦，真的，精华，香，是。
是不是想吃啊？你想要吃？不给你，不给你，不给你。好的，所以平常要补充一些知识，然后还要不要讲假故事，就有钱要吃啊，前辈，前辈。对，想知道我们这集所有的美食资讯的话，可以到我们官方的脸书还有 IG 去就所有资讯哦。那我们今天的董事长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你喜欢我们这一集介绍的内容吗？现在要做上的是按上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跟着我们一起 chill chill， 快点按赞，这。